我嘅宇宙是充滿貓毛的，沒有貓是不得的。還有是滑板，因為他們帶給我的快樂真的不能。我是東東，踩板的世界是很自由和很弱的。踩板的時候是很隨心，你拎起塊板換對鞋已經可以踩了。除了踩板之外，其實我還喜歡做戲，希望可以在演藝方面發展多一點，都會想有多一點不同的措施。我希望十年後的東東跟現在一樣，態度和初心不會變，還有希望遲些會有能力帶家人去旅行，因為他們未搭過飛機。我的世界我覺得是透明的，我可以隨著不同的環境或者情況而有不同的顏色，我覺得我是這樣的。